大家第一個反應是好好嬲，我琴晚都好嬲，琴晚我都係瞓得好少，憤怒同埋好好痛心啊，內疚添。我謹代表教大向蔡玉蓮女士同埋其家人咧致以萬二分嘅歉意。我要重申，我哋享有言論自由嘅同時，亦都係以和平、理性嘅態度去討論事件，互相尊重，要顧及別人的感受，這個也是任何公民社會的質素。作為教育大學的校長，我在這件事件是責無旁貸的，有關行為是完全超越了我們人性道德的底線，令人蒙羞。這次當事人是遭到劇變的時候張貼有關言論，是毫無惻隱之心，相反還要加以奚落，在別人的傷口上撒鹽，教人情何以堪。在一个幼育未来社会人才的地方出现这些这样的言论，校方是作出我们是、最严重 的谴责。我在这里承诺校方会是彻查到底，给所有关心教大和爱护教大的人一个合理的交代。